咖啡随行杯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，首先打开杯盖，抽出内杯，接着我们舀出一平匙的咖啡粉倒入杯中，注入热水之后旋紧杯盖，等待三分钟。放入内杯，分离咖啡及颗粒，就完成咖啡冲泡了。不用五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咖啡冲泡，随身携带也是轻松方便。为忙碌的一天注入满满元气。